你这是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呀？啊，没想什么，不小心走神了。婵儿，信王他对你还好吗？是不是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没有事儿的，姐姐。 今儿个怎么不去木工房啊？今儿为什么要去木工房啊？没什么，我就随口问问。哎，你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去宫外的木雕房看看了？怎么样，我陪你去看看。哎，还真是啊，好长时间没去了。但是奏折这么多，我还得看呢。我闲呢。 我得你去看，你去，那你去了能干嘛呢？是帮掌柜卖货，还是帮账房算账啊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是想出宫。<笑>你还笑？<笑>你现在不是已经如愿以偿的当了贵妃了吗？那你为什么总是要到宫外去呢？哎，还不是你说的。 说什么？我当上了贵妃娘娘，他们都得听我的。结果连宫都出不去。早知道这样，我才不当什么贵妃娘娘呢。哎，那你不当谁来当啊？谁爱当谁当。啊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啊。